养狼当犬看家难，墨染露丝黑不久，粉涂的乌鸦啄不鲜。蜜饯黄连冬须苦，强摘的瓜果不能甜。好事须当善人做，天生与鲁教不闲。咱们演出一段《聊斋志异》，这个目录叫《考必思》。这故事发生在河南，在河南有一个年轻的秀才，复姓文人，在《聊斋》原文中说是文人生。这个文人先生，他的性情豪爽，慷慨仗义，好助人为乐，经常的管一些个不平的事儿。这天自己在屋里看看书啊，有些疲倦，趴那睡着了，迷迷糊糊的，这都似睡不睡的时候，就听那房门吱扭一响。醒了，一看进来人，不认识。这人大约有30多岁，穿着一身破旧的纹身服，脚下穿的是旧袜子，一双破鞋。往脸上看呢，惊慌急促，满脸的难容。这位兄台，您找谁呀？文真兄，在下给您施礼了。说话深深一撩，掏柜头，这哪能诗词大人，他进不去，伸手把他扶起来。您快坐下坐下。您贵姓啊？在下姓张，我是您临县的一个秀才。不是，您纳闷在哪儿呢？进门你磕头怎么回事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一件事，我来求您。说。不认识我，在这儿说话不大方便，请您跟我来。转身往外走。文生一看，什么事不方便往外边走？可你不跟他去，这人挺规矩的，大礼参拜，就跟去。出了他门以后，走了老远的了。哎，张仁兄，您有什么事儿？您跟我来吧。走了也有5-6里地了。原文说数里之遥，过五者为数，五者以下为几，是走几里地，那是五者以下。他走了数里，5-6里地了，多老远。文生在一看，这个地方非常的生疏，不认识，人山不照这么地方。张仁兄，您留步，这是哪儿啊？您把我领哪儿去啊？您倒是有什么事？不认识，跟您说实话，咱来的这个地方不是阳间啊，不是阳间。依您怎么说，这是阴曹地府？对，张兄，您把我领阴曹地府来干什么？有件事是我得求您，因为阴曹地府这个地方有一个衙门叫考必司，是专门考察弊病的。这个司官呢，就说这衙门里边那个官儿，名叫虚度的鬼王。不管任何人来到阴间，必须打他的衙门过。可是一进这衙门，
就得从你身上拉块肉下来。什么罪啊，拉肉？不管你有罪没罪，要在你身上拉肉。没罪也拉肉，哎，为什么？他说了，这是旧例，原来就这规矩。那么您找我来什么意思？前两天我上这来过一次，他给我穿天线，叫我拿200两银子来赎罪。依您这么说，什么人也躲不开，都得叫他拉肉。也不然，只要你有钱给他，就保管没事。闻声一听啊，明白了，拉肉是个手段，目的是敲诈讹诈银钱。那么今天您找我来，所以这是第三天了。您看我哪有钱给他，所以我求您来到这儿替我说个人情，报个饶了。哎呦，张兄啊，你这个事儿要是在阳间呐，我倒想想办法。我不认识的，我还托个人什么的。因为阴间的事我哪懂啊，我管不了啊。您管得了，我这事儿绝对您管得了。怎么呢？不然我不能找您呢，因为这个考布斯虚度的鬼王啊，是您孙子。可笑，您笑什么？我连儿子都没有，我哪个孙子？不，他的确是您孙子。您听明白了吗？他不是您这辈的孙子，他是您上一辈的亲孙子。所以我求您了，一见面他就认识您。您想，这爷跟孙子说过人情的话，他能不答应吗？我不认识，他认识您，一见面就知道，准能成。您多帮忙，准能成。文生很为难，看他这可怜相，那咱就试试吧，你可别弄错了，错不了。说话，两人往前走，走了没多远，前面有这么一个衙门，不大，您看看。文生，这就是考布斯衙门。哎呦，不太宽敞，这么一个小衙门，就这么大一个衙门口，就说这么大妖啊，他就敢这么办吗？前面那站着几个鬼卒当差的，那咱们走吧，进去吧。你跟他们说给咱回禀一声。不用，怎么一回禀就麻烦了，咱就直接进去，那能成吗？准行，回到这种地方您就横冲直闯，准保没事儿。你要拿他一当回事儿，都进不去了。您跟我来说话，我人生一挺辛苦，行，说回事是吧？俩人大摇大摆的进衙门，就看那当差在这儿。呀，没完。俩人进去之后，来到大堂口的外边一看，有一对石碣。什么叫石碣呀？用石头雕刻的圆柱，挺高的，就仿佛过去那个大宅门坟地里的那个石头排放下的，只不过是没有上面的横梁。在这石碣上边一边刻着四个大字，这四个大字刻都是绿色的，上联是孝悌忠信，这是礼义廉耻。文生看完之后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我说张兄，您可别弄错了，没错。怎么？你看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官能这么坏吗？文仁兄，您光看这不行，您看这底下一边还俩小字呢。两边那么一瞧啊，这个小字是未必，那是不准，搁在一块儿那么一练，孝悌忠信不准，礼义廉耻未必。
这小字儿谁给填上？那还有谁？老百姓呢？咱进来，再往里走到大堂口，一看在这门框上有一副对联，是紫檀木刻的，绿色斗大的字。越孝越序越祥两字，德行音教化。下联这是上世中世下世，一堂礼乐鬼门生。他们一块匾考必死。这副对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越孝越序越祥都是学校的名字，夏商周，中国过去的夏朝，大禹治水，那时候立国号是夏，啊，下边是商汤，啊，汤王那是商，在夏朝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有学校叫孝。在这个商朝的那时候，哎，叫序，领到周朝的时候叫祥。说搁他这儿来说呢，不管你什么朝代的学校来到了阴间之后，我们这儿都以德行二字进行教化。下边这个上世中世下世，不管你有学问人什么人到这儿来，在古时代的时候，最起码来说是后汉三国那时候吧，做官的没品级，分上中下。咱们看过这个秦桧、谢东风，那个鲁肃有大夫，上大夫、中大夫、下大夫，是这么分。他这说呢，就说你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不管你有什么多高的知识文化，到我们来都是眼里行乐的一个学生。这副对联就说考必斯这个地方是最文明、最有教育的那么个单位。张日升一看，犹豫了。张日升，你别弄错了。你看，别看这个，文仁兄，这叫挂着羊头卖狗肉。俩人正说着，就听堂上一阵人声嘈杂。这时候，两人一转身，就藏在石阶后边了。哦，那堂上这么些人呢？一看旁边站着一个个的小鬼啊，精神怪状，长得奇形怪状，都是那个心狠啊手黑的那个主。不止有一些个穷苦的老百姓。正当中迎面有一个公案，公案后边坐着一个人，这人坐着身上不高，看起来这个站起来不算高，框架可有富裕，好，这个大胖跟大肉墩似的，头上戴乌纱，身上穿红袍，脚底下有的砖挡都看不见。一看他那模样，这个头发老长都打着卷儿，露在帽子的外边，可能是刚从发廊里头烫出来的。两道眉毛又粗又长，这两只眼睛啊，上眼皮耷拉着，看不见他眼珠，大鼻头、长鼻子、翻鼻孔，这个鼻子就仿佛咱吃的那个莲蓬，把那个莲蓬籽抠下，剩那个莲蓬壳似的抠的。虎盆大口，薄嘴唇，上嘴唇短，下嘴唇长，露了一对虎板牙，支出外边的足有二寸多长。说有胡子没有？有倒是有，一边一缩，当中没有，这叫断梁胡。最奇怪的是这耳朵，这俩耳朵的耳朵边啊，朝后卷着，站在对面看不见耳朵眼儿。怎么长这么一对耳朵呢？这种官你要站他正面上，光明正大的跟他说话，是一字也听不见，必须转他身后的去，带着耳尖那么一嘀咕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说他都嘀咕什么呢？我哪知道？这都问他的。
再看这个身子呢，有点溜肩膀。您再问这眼睛呢，嚯，这眼睛可奇怪了，轻易不睁开。说有时候睁开有，多得你把金银财宝摆他的眼前，那上眼不拉往上一翻，他看得清菩提了。这叫六亲不认的眼睛。坐在这溜肩膀，就这大肚子吧，老大老大的，俩手托着这肚子底下，那模样，这么大肚子啊！哦，那位说大概吃的太饱了，饱。什么？告诉您的这种官他永远吃不饱。哦、他这肚子老是空虚的，为什么叫虚肚子鬼王呢？闻声看了吧，这个吓了一跳。再一看，他身后边站着一个人，好像是书里的打扮，像个师爷。可是，一看他那个脑袋，差点没吓跑了，是个老虎脑袋。虎头虎脸虎眼睛虎耳朵，哎呦，人身子虎脑袋，就看了看这个张秀子，您别言语，您听，再仔细看，就在这桌前面跪着一个人，从后边看，头戴紫缎的员外巾，身穿紫缎的绣花的那么个员外裳，前脸看不见，看起来岁数不小了，是很有钱那么老头。这时候这个好比说文化了，下跪，可是赵百万嘛，不错，小老儿，我叫赵百万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小老人我知罪，不知我知什么罪？我确实不知道啊，我是很善良的人。胡说！我查明你的罪状，你是不低头。来呀、啊，张，查看他的罪状，念给他听。后边那虎头师爷伸出来虎爪子一翻，他这厚厚的账本，啪啪啪。东村的赵百万，今年66岁。一生为人奸诈，欺负聋子哑巴，打骂瞎子瘸子，成年之后继承父业，富有天才，鱼肉乡里督办一方接州官府，私立公堂，从逼死佃户乾隆侯一家七口无人收尸。还有赵百万替他儿子强娶孙寡妇之女，致使孙寡妇母女双双自尽身亡。还有赵百万，曾把李某夫妇折杖为奴，半年之后又把李某之妻罢政为妾，李某不服，去衙上告，赵百万私通官府将李某抓捕入狱，折磨致死。还有赵百万欺负老人，踹寡门，抛绝户坟。哎呦，住了！赵百万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跟你一起上的罪状，就应该把你万剐凌迟。来呀、啊，张！有人招呼过来之后，伸手就拉他，先拉他4两，按分量拉，拉4两，没把赵百万给吓死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老你可别饶，别拦我，您饶了我吧，来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你可千万别拦我。虚作鬼王坐在这儿，根本就不听这一套，虎头师爷后说话了，大人，他认罚了。怎么着？他认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虚度鬼王把这眼皮往上一撩，他就是那赵百万呐啊！要依我看，这赵百万还够善良，可不是吗？他的肉免拿了吧？哎呦，多谢大人。看他家里有多少产业，后来列清单儿，来呀、啊！
把赵员外送到家去查抄全部家产，事后交给夫人执掌。是。别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赵员外给拉去了。拉去之后，按照吩咐去执行。随后又带上了有那么十好几位，就跪着给大人您磕头。我问你们，上次跟着你们，让你们每人拿罚金200两，这200两银子你们都拿来了吗？来，验收。不，老大人，您听我说，到现在我们想了，一则我们没罪呀、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犯什么罪；二则一看，您看，我们都只身为业的，家里的吃的、穿的都没有，我们哪给您凑这200两银子？您就饶了我们吧。吃肚子鬼王一听没钱呐。什么？您饶了我吗？我没钱。恩典你们不识抬举，竟敢搅闹公堂！来呀、啊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老大人，您干什么？我们没罪，您拉我们什么？拉我们哪一条？这个哪个？这儿拉。对，搅闹公堂，藐视法官，来，一人拉住4两。好，就这句话，这小鬼过来了。有的过去把大伙儿逮过来之后，拿绳就要捆，有的拿出那小刀就要拉呀。就在这档口，突然间，住手！大伙儿都停住了，连虎头狮子的七度鬼王都吓了一跳。据说这谁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愣敢这样不法无天，惨害百姓，真真是天有此无理。谁我说的说我有点城下边上楼了两个人，头前走的这主20多岁，头戴青缎纹身巾，领镶美玉，身穿深色纹身裳，腰中系着一个杏黄丝绦，白布勾头袜子，青缎的夫子礼鞋，往脸上看，满脸的正气，怒眉横目，理直气壮的走上堂来。身后那不用问，正是张秀才。别人没敢动手啊。狮子鬼王撩起眼皮，定睛观瞧，吓了一跳，马上就离位，走道都困难，别人还不敢扶他，一步一步走下来了，一摆手就把这人给吓呆。我当夫人，原来是爷爷驾到，孙子未曾远迎，当面恕罪，不记得趴下，身子太沉了。闻人声一看，看起来我还真是他爷爷，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认我呢？起了吧，费了半天劲不能爬起来。爷爷请。张秀才在后边跟着，心说可别离远了，紧跟着闻人声来到大堂这。爷爷请来上座。先不管你官大官小，有道是率部离位，虽然咱是祖孙关系，我也是个百姓，我哪能坐在大堂上。爷爷，别人来了当然不行，爷爷你着了随便坐。张秀才在后面拿手一捅着文人生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迈着大步就奔那正座去。张秀才紧跟着，站在文人生的后边。
你也坐下。没敢，心说啊，这回我可有了护身符了，能护着我就行了，我别坐下了。当时有小鬼搬了个座位，给虚度鬼王坐在旁边。王爷爷，您忽然来到我这儿，另有所谓吧？我先问你，听说不管任何人来到阴间，必须从你这衙门经过，是是。怎么，一进你衙门一过的话，就得从每个人身上拿肉？可有此事？有。那他都犯什么罪呢？不管犯什么罪，一律拿肉。没罪的也要拿肉？是上我这儿来都有罪，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没有没罪，这就不对了。我常听人说，到阴曹地府孙罗王那儿，也就说阎王爷那儿，有的有罪的，抱烟筒的，下油锅的，倒墨盐的，上刀山的，拉舌头的，没罪的就可以打入轮回，任无投胎。怎么到你这儿都有罪的？是吧？对，他们有罪就是有罪，谁给你立的规矩？这是旧例，打上来你就这样。文人生心说：“我别跟他提这，提这没用。我干嘛来了？办什么事？你不有个目的是吧？这且不问，咱说不说。我跟你这样说。”咱们既是祖孙的关系，你看我身后这张秀才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，他家中一贫如洗啊，也没有钱，你看着我的面上，还有下边这些个人，你看身上穿的都是破烂的衣服，都是穷苦的百姓，他们的肉都免拿了吧啊。文人生心说，我说到这儿以后，怎么他得给个面儿？他既认我的爷爷死。请问爷爷，如果不拉他们的肉，他们用多少钱来赎罪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他们家里的吃饭还困难，哪有钱给你呀？是不是？你就别拉他们肉了，不是。不成不成不成，怎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你身为虚肚子鬼王，而是考病司的司官，你是考察弊病，他们又没罪，何必呢？不成不成，有利的不能减，不利的我也不添，不成就是不成。他们没有钱呐，不给钱就得拉肉，不拉肉就得给钱。看在我的面儿，你行吗？饶了他们吧。好行，好行，一点情面没有。好行，把眼睛一闭，这脑袋一摇，跟拨浪鼓似的，不成，谁说也不行了，那意思。文生就气坏了。虚度的鬼，我是你亲爷爷，对吗？对，难道说爷爷跟你说也不成吗？我认肉不认他爷爷。没台阶儿。打这么抖一下子，跟他讲讲人情，这人没有人情，没有人伦，我跟他讲什么呢？怎么办？坐这僵着。一气之下，读书之理的秀才，啊，你说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也不行，一跺脚，噔噔噔噔噔，就走吧，太尴尬了。他
他这一生气就走出了堂口。你可忘了，你把张秀子带回家。张秀子吓得傻了，腿都哆嗦，想跟腿也不敢，另外这腿啊迈不动了，几乎这腿是长在哪儿的他都不知道了。这狮鹫鬼王坐着，就听那脚声噔噔噔噔噔，一看把爷给气走了。一眼看见张秀子，这肚子火朝他来了，都上秀后上秀后皮似筛糠，胆大如恶鬼，你有钱就应该送钱来，没钱就应该送肉来。怎么你反而把我的爷爷还出来，到这替你讲人情，如若不拉你，哎，我岂能消气，岂能饶你？抓打拉他半斤。这不好，不翻人情拉四两，拖人情了加一三加一倍。他拉你，你等会儿说吧。这有人说了，刘志福你算错账，怎么不加一倍啊？拉半斤不多一两吗？您说的是现在，现在的秤，过去那时候十六两一斤，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半两八斤吗？八斤半两，两一样吗？十六两一斤，半斤不是八两吗？那时候一改这十两一斤的时候啊，我还犯回财迷，我到东北去了。我说这回行了，买金子合适，咱买一两是一两六。后来我到金店一问，不论两论克。3.125克那是一钱。这么一声吩咐，敲鼓过来之后，就把张秀子拉上去了。拉去之后，啪，抹肩头、拢耳背，弄绳子给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架去后边有一个木板儿。这个木板儿错在这儿，上面有环，把他头发打开。那时人都是拢抱包巾的，把头捋下之后，你没看戏台，哎，都甩发吧？就那时候，清朝的梳子辫子，就给他拴在上面。把这俩手啊给他背过去之后捆上了，随后有人把这脚脖子给也捆上了，把粽衣给他扒下了。这时候过来几个小鬼，一个小鬼啊拿着锃光瓦亮的一把小刀子，牛耳尖刀啊，一个小鬼站那拿一个带秤盘子的秤，站那干嘛呢？要分量。这时候他把裤子拉去之后，拿手掐了掐这个左腿这大腿的里边，没多少肉，太瘦疼。哎呀，那把张秀子疼死了，说什么也不行了，往盘里那么一拽，你看嘛，不够分量啊。您说他们也真行，不管怎么说你多瘦我也得凑够分量。这边那刀过去之后，噌，大腿往上撩，又一块啪摔碰，看够分量不够分量。这个够分量，这个秤砣在这儿，这东西在这儿了，得平了吧，不够，还差点。您别看这些恶鬼们，有时候他也有时有的那小鬼啊有点善心，太惨了。小拇指一压在秤杆，啪，前面来大抬头，半斤，耍秤杆现在都电子泵了啊！老太太买东西到这儿的话，拿这小拇指一压他，这大抬头了，够分的。您是后边那吃秤的都跟他们学去。
这么一喊的话，跟上面一说啊，随后拉他们把这个张绣解来扔这儿都不管了，挨个拉，鬼哭狼嚎啊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再说文人生，从里边走下来之后气的真没见过这样的，怎么这个官能这样吃人肉喝人血啊，爷爷说话都不行了，我张绣他这么烦我，上阵刚说张仁兄一回头没跟下来，哎呦坏了，他怎么没出来，这功可就大了，赶紧往回走，走了没几步就看见张绣捂着大腿血淋淋的腿，哪儿走得了啊，郑仁兄你是怎么了，拉了拉你的肉了啊，拉半斤，文人生的眼泪都下来了，随后的一批话，哎呀哭得难听，都是拉肉拉完的，还后还有十几个人了，那个没拉，那是边上送钱来的，你们这是先生，哎呀太惨了，我说诸位啊，你们怎么都这样，全让他拉肉了，还有世道，这种世道上怎么有这种事儿，还有说理的地方，汉服天日，诸位乡亲们，阴曹地府小小的考第四衙门，他就敢这样的胡为，有管他的没有，这个文人呢、啊、不会骂街，不会打架，文人要骂街那是气急了啊，打架不会，就会说理，不行我跟你讲讲，你跟他横还不理你啊，咱找地儿说理去，所以这个犯傻了那怎么办，谁管他呀，有的人知道有管他的，森罗王，阴曹地府十殿阎罗五殿为尊，也就说是阎王爷，好办了，有管他的就行，走，你们大家给我做个见证，咱们去森罗殿到他，对对对对对，先生我明白您是好意，告诉他，告诉他，怎么告诉他啊，为什么告诉你，你想他拉老百姓的肉是旧例黑规章，多少年了，就这样阴间都知道，阎王爷能不知道吗，一点耳闻没有吗，怎么样，他手下要犯这么大罪的话，他也不好看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这么说那样也告不成，唯恐您告声再给你打回来，还归考第四衙门，连您呢也得拉肉。啊，就没人管得了他们吗？除非找老天爷、玉皇大帝那儿。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在哪儿？我们哪知道？不都说南天门吗？西天大路。好，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！我跟你们说呀，这个阴间呐，我是第一次来啊，谁也不常来。马三立家串门行，市场经常的古跑啊，那么咱们怎么去天堂呢，顺西边走吧，
说话就往西走啊，走了老远的了，这些人后边跟着走来走去，前面是对面不见人，伸手不见他，是什么地方啊？忽然间就听有人喊声：什么人？未见其人是先闻其声。大伙都愣住了，闻声定睛观看，出现了两个金甲武士站面前的，是我。嗯，你们都是阴间的鬼魂呢，怎么会来到天堂路？闻人声一听啊，嗨嗨，上来了。